我去食完饭啦，喺唐人街附近有个咁嘅公园，好惬意啊！成个公园都系松鼠啊！我哋喺度试食呢啲，呢叫枫树糖胶啊！2017年9月30日加拿大时间上昼11点，我哋嚟到呢度参观呢个枫树糖浆厂同埋买糖浆。我哋嚟到旧城区啦，眨下眼。2017年9月30日啊，晏昼12点零钟有表演啊！繼續是灰北黑舊城區，哇！呢間是很著名的法國餐廳喎，紅屋仔，不過冇時間食咯。呢個鬼婆唱緊嘅普通話歌。謝謝。This song is from China.And I'm singing in Mandarin.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又闪又白，很温暖，伴我来。我哋重点嘅行程啊，报呢个团就系韩剧，好好睇啊，鬼怪嘅主要。拍攝場地在外國，歡欣心裡感謝神，真是心曠都神怡啊！幾好天，呢度咧就是電影《鬼怪》嘅拍攝場地啦，《鬼怪》同女主角就喺呢度，有啲感動嘅，其實都幾好睇嘅愛情故事，哇！Hello. 好多人嚟影啊！呢排得意嘅车，真正的马路啊！我去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你有几分，你只想一想。鬼怪啊，其中一个 view 嚟嘅呢度。我下城区而家去紧，去紧下城区啊！呢间屋几得意，灰不黑。有 cable car 上落噶，都是舊城區。Hi Jack， Aber hier, wir waren hier noch.
好寫意啊！好靚啊！呢間賣燈飾，即係賣裝飾嘢嘅，幾特別呢條街，即係好歐洲 feel 嘅。Hello， 加拿大嘅 party 人民。國會山莊那些火呢代表是精神分裂、啊、紀念那些為國捐軀的人。這座呢就是加拿大的 Parliament 國會，那些人就在這裡溜冰、啊、在這裡玩溜冰、啊，咁呢度係人工砌，上船啦！好啦，船可出發啦！呢度係多倫多大學啊！